漫步》逢星期一至五六点至八点，主持啤李林康正，同你分析时事，狂追猛打。许何咧？我冇队草喎，我净系买一粒大麻棒棒嗰啲珍宝珠食咯。嗯，唔捻好食嘅，仲要成个半啊欧罗啊，即系十几蚊啊！屌你老母閪！咁我真冇乜人啊，對呢啲，即係當然合法嘅地方啦。但係人哋食我又冇乜嘢啦，大麻就我就冇乜人啊，對呢啲即係產品啊，我係食煙嘅啫啊。好啦，九龍城寨大買，而家就話咧嗱，5000万嘅場景就拆咗噶啦，但係就未被遺棄。政府咧就話喂，係咪可以諗下度下，不如揾佢嚟即係做一個盛事，即係俾人哋嚟啊？影埋嚟打下卡啊，影下相咁樣。嗱，首先咧，今日政府舉行呢個香港盛事年表喎。咁啊，李家超咧就話咧，行政會議咧預告咧盛事將會由150项增加到210项。嗱，嗰150项行程點係邊150项？咁大家有眼見嘅。嗱，今日咧，江玉寬議員已經話：，喂，大佬，你不想你咁搞法，會唔會盛事太多啊？你究竟你係乜嘢盛事啊？濫竽充數。佢咧即係叫做交功課。佢話好似好多國家咁樣，唔使咁普摸咁多嘅喎。喂，譬如荷蘭，佢講嚟講去講去風車或金香啲人去啦，最多整埋個紅燈區。譬如你維也納哦，可能有啲人會諗下啊，聽下音樂啊，玩埋樂器啊。譬如即係你如果多元化啲嘅，就日本啦，即係日本就好特別啦。如果唔係嘅，其實你搞件有搞咁多人為嘅嘢，又係咪真係咁吸引到咧？你睇下過去呢一段時間嗰啲城市有咩特色咧？啊，同埋你咁多，咁你乜會議擺落去乜隔？係啊，隔離啫嘛，嗰啲佢擺大手嘅算唔算啊？唔係，金融會議係關我哋普通市民咩事？咪就係係嘛，即係吸引到幾多遊客咧？老實講，濫竽充數咯，你頭先一指嘅重敵啦。好啦，嗱，至於佢哋話呢一個場景咧，嗱，其實咧，老實講。終於特區政府，我定係唔知電影公司 proposal 定係影迷要咁講啦，係有一樣嘢咧，係叫做比較即係重啊。但係即係有時諗到嗱，嗰個唔關特區政府事啊。當日你港英政府拆鳩咗個真城寨，而家仲有假城寨嗰幾嚿嘢，大家即係有睇花絮就知咧。其實佢幾嚿嘢係咁組合㗎，就不斷去變唔同嘅景。咁但係咧，我今日見到啲即係 side story 咧，梗係又揾阿田雞啦。阿田雞話當然歡迎啦，但係第一地方，第二就係、是、喂睇戲嘅時候，你睇落去咁勁，但係喺你現場睇係兩件事喎。點解兩件乜嘢就？因為睇戲佢哋拍戲嘅時候，佢哋知道佢係假嘅，佢哋會就好多噶，因為佢唔會真係咁實正噶嘛，因為有碌啊，可能有啲嘢楞住扣住咁樣嘅啫個景喂。你到時如果俾義工人嚟去參觀嘅時候咧，會喂使唔使加固啊？有好多其他問題要考慮嘅，都唔係話你要做就做咯。咁但係我梗係覺得呢個咁嘅方向好啦。而事實上，屌你老尾，如果同一個道理，以前嘅李小龍館而家冇啦，你個故居人哋個業主肯捐出嚟，你都唔搞。而家你就算再整個李小龍館，再整個金融館，都唔係嗰件事。啊，當日即係正式嘅李小龍生前個故居啊嘛。咁其實你問我咧，香港電影咧係的而且確有呢個魅力嘅，對好多人嚟講，哇！即係你講真，你當日諗《星光大道》都係諗住呢個道理咧，但係就梗係唔夠，即係譬如我哋見到人哋，因為個社會唔知係咪個都市變化冇咁大啦，好似大長今咁樣，喂，韓國真係會留翻啲大長今場景啊，又或者啲人去搜尋大長今嘅地方，又或者而家咁加興嘅就係、是。譬如一套大熱劇，譬如《女子女王》嘅拍攝場地，都係一個即係啲全球影迷要去參觀嘅地方嚟嘅喎。好似我的大叔，哦，原來阿李善坤同阿 IU 佢哋嗰間餐廳拍嗰間餐廳真係有現實存在啊嘛，啲人會去嗰度睇嘅。咁但係咧，你有冇配合過咧？香港旅遊發展局啊，咁啊即係至於城寨我就唔特別講㗎啦，即係城寨入邊就。即係我都真係熟㗎，反而想講下，即係同一時間啦。阿蕭生話要
屌你老母，係霸啟呢個城寨，夫人嚟霸啟呢個城寨。你覺得點先？佢呢個道理，嗱、那個道理就好簡單。嗯，因為傳咗出嚟話城寨九龍城寨嘅圍城嘅導演鄭寶瑞將會去拍一套叫做《澎湖海戰》，唔知係咪啦？到時、即係而家就叫做《澎湖海戰》啦。話施琅，大家有睇《鹿鼎記》嘅施琅啦，憑住呢個一戰統一台灣。嗯，武統台灣。嗱嗱，佢咧嘅阿喬文就係話咧，佢話：喂，你鄭寶瑞拍埋啲咁嘅戲，因為呢套戲紅咗，即係講佢啊呢一、這個《九龍城寨圍城》，就接拍套咁嘅戲，係間接鼓勵民意認同武統台灣。佢話到時就算共產黨唔想喐台灣，民間嘅民意都可能會逼到佢哋會喐台灣。所以我哋屌你老母閪，唔可以去支持九龍城寨之圍城。嗱，呢個係個論述。你點認同啊？呢個論述？如果你係講大陸民間民意，不嬲都係喐過啦，係你即係大陸政府唔喐嘅啫，講幾廿年啦，叫做嘥氣啦，要唔係大陸會睇民意咩？係咪先啦？如果大陸會睇民意，就唔係今日大陸嘅政府啦，係咪？第二啦，啊，咁啊，我而家佢評阿西林佢事件當即係講過類似一單埋一單，咁呢個咪一單埋一單先？鄭寶瑞嘅九龍城寨圍城同埋鄭寶瑞嘅即係咁啊澎湖海戰，咁啊佢又會點解又唔係一單埋一單咧？唔緊要，唔緊要啦。咁啊，去到最後即係依家啲戲其實都你好難話。哦、如果全部是隻本地的、啊、隻本地的演員、啊、沒有搭他資金、啊、什麼都好，甚至啲導演不用說他因為、啊、要拍另外一些戲來養這些戲，現在有很多是這樣的、就是、拍一些、叫做政治正確的、然後就可以拍一些是會蝕錢、我自己喜歡的、就是、很多時候都是這樣。還有鄭寶瑞本身那個人他有沒有發表過一些什麼言論呢？如果他踏入這個澎湖海戰他發表一些好差嘅言論，或者我哋接受唔到，或者同佢拍得嚟好撚閪，系啊，個意識形態，即系同埋或者就咁睇都似係嘅，即都似係，但系我會俾個觀察先咯。嗱，首先咧，我都係會仲係睇城寨。首先咧，屌你，我睇呢張海報咧，我就拗撚曬頭。屌你，統乜撚嘢啊？台灣啊？澎湖海戰我就會罷睇，但係九龍城寨就唔係點樣統乜台灣？喺嗱首先我個立場嚟講咧。台灣本來是你的，在那個 period， 在那個即係康熙年期間啊，嗰、那個叫於是乎俾人屌落入敵寇手上面，那個就叫做打殘佢，屌你咁收復版圖，那個叫做統一台灣。但我對歷史嘅認知就並非如此，嗰陣時只不過有一條施琅嘅人，屌你老母武力攻台，然後喺嗰邊咧，唔係施琅啊，係之前啊。是跟你搞撚搞震啊！即係鄭成功、鄭經我嗰班人啊，咁我都唔好講啦。嗱，講翻你話嗰樣其實就非常清楚。第一嗰套戲都未出，係點我唔知。我係未知，雖然睇個款都似係㗎啦。第二係咪真係拍到先？係咪真係拍到先？因為點解咧？據講咧，呢套嘢原來咧話籌備經年㗎咯喎。籌備幾年㗎咯喎啊！咁鄭寶瑞之前我撇開咗佢呢個九龍城寨之圍城，佢之前都大陸拍《西遊記》，拍好多套戲㗎。即係拍《智取》之前啦。嚇、拍呢、這個啊《命運》嗰套叫咩？《命案》之前啊，咪拍《西遊記》拍成咯。嚇、咁一向阿、老蕭你話揾食冇問題，咁咪揾食咯。有乜問題啊？上去拍戲，係嘛？咁但係最重要嘅就係咧，如果一單埋一單咧，咁你其他演員點啊？製片商又點啊？美術又點咧？嗱，好多好好心機啦，做美術嗰班，舞子又點咧？係咪因為一個導演據講將會話要去拍一套？據講可能係嚇、我唔知係咪啊？都睇個款都係嘅嚇。咁啊，主旋律片。我哋又否定曬佢咧，咁咪佢連即係古天樂咁多都要否定埋咧？喂，咁都唔緊要。呢問題就係你自己平時都係講一單埋一單啊嘛。嗱、我反而我覺得咧，係點解會咁高調咧？係咪因為
在城寨事件，即係劉世良事件嗰度，佢對劉世良嘅評論俾人哋屌，連甚至乎我唔知道我冇聽啊。據講蕭繫記其他主持人都開始收聲，即係因為要跟住呢一個大方向啊嘛。喺嗰件事俾人屌得勁，所以佢要借住呢一單嘢嚟去 consolidate 翻佢嗰班所謂嘅粉絲咧。我唔知係咪啊？喂，如果唔係嘅，喂大佬，你使唔使翻咁大一張海報啫？係嘛？你老師話一單話一單噶嘛，成日話啊！你問我咧，喂，咁如果係係咪？係。咁佢以前咩中國 3D 啊？乜兩背角曬啦！跟住喂，你老即係你以前拍電影嘅時候，有冇同大陸資金合作？喂，乜都背角曬啦！喂，中國喂你個喂你連啊喂我都唔好數翻啦，嗰個我當唔關你事啦，一單埋一單。咁捐20萬退俾七警？喂，你俾捐錢俾七警喎、啊，大佬。唔係佢個仔。係咁，但係一單埋一單咯。咁又犀唔犀利？我因為咁樣就唔睇蕭定一嘅戲啦。其實咧，我反而我成日咁樣啊。標準點解次次唔一致嘅？喂，我成日覺得咧，我就未完全做得到，因為我都會有嗰種庇護啊嘛。嗯。但係我成日覺得咧，有冇同愛奇藝合作啊？其實我成日覺得咧，作啲咁嘅藝術作品，電影又好，歌曲又好，電視都好，佢一出咗嚟之後咧，嗰件事咧，嗱，即係譬如咁講，而家譚詠麟出嘅新歌，譚詠麟出嘅新歌，其實我係可以，我講我啊，我係可以仍然好中意呢隻歌，好欣賞佢嘅編曲啊、唱歌啊、歌詞啊，哇！屌你老味，嗰個技巧，而憎譚詠麟嘅喎，而不喜歡譚詠麟這個人的、我可以的、所以其實我看很多大陸戲的、你那些說什麼東西那時候我不是藥神、又或者那個什麼熱辣滾燙我全部有看的、我看完、看完一口笑或者怎樣看一件事好了如果你這樣的話呢因為一個導演要去拍就去現在這部戲要緊急呼籲我真的覺得你問我真的小人之心我真的覺得是因為城寨單嘢，而家於是乎揾呢個九龍城寨之圍城嚟搞，有多少啊？咁當然啦，其實佢評論城寨我冇聽啊，公唔公道咧？我覺得根本都冇乜好評論啦、你唔講都冇乜嘢噶。不過而家啲人唔講都有罪噶嘛，係啊，唔肯屌柒劉世良，喂咁我掌握唔到好多嘢嚇、只你話佢係咪好撚閪老財嘅咁？各位看官自己想咯，我都見到佢好多網友話，就算佢係咁閪，我都要繼續聽。即係等於頭先你都得㗎。譚詠麟咁閪，我都聽你歌。唔係啊，都得㗎，冇所謂㗎。不過嗱，你繼續聽好，就唔好咧。嗱，我唔知呢啲係人哋指使定你哋自己咩啦。喐、下就話人哋收共產黨錢咯，話人哋搞分化咯、最撚興㗎咧嚇。唔好講話人哋有份，唔好話收美國佬錢。唔好話而家啦，就算十幾年前啊，我哋去幫人力做義工啊。都是話你搞分化㗎，人民幣力量都是話你人民幣力量㗎，啊、最撚興㗎啦！屌你老味閪，一鳩樣嘅。喂，反而我想講少少咧，今日咧車仔炒靚女，我真係好撚，我真係覺得好撚掂啊！我亞記想唔繼續做，唔係興趣歌唔㗎啦，講下倫敦一歌都唔得。喂，你啱啱呢隊車仔咁撚垃圾，終於咁撚垃圾啊！係啊！屌你老母！哇！屌你我都 I can't believe my eyes 啊！屌你老母第六喎！連五勝一和喂，我覺得普切蒂諾真係拗撚曬頭，屌你老母！真係有兩隊波，你真係唔撚明啊！熱刺，屌你入咗決賽前，你決賽後啊，你先喐阿摩魯啦！我到而家都唔明啊！屌你老母，你而家喐阿普切蒂諾，你揾乜嘢人帶咧？可以市場上有咩人咧？會唔會就係白禮頓個領隊咧？我唔知啊，揾阿高普問咋。好咁我咧話時話咧，我都喺度預告啦。咁其實咧，我今次去歐遊咧，咁我去咗四個球場嘅，咁就入咗三個球場啦。咁當然唔係睇波啦。咁啊睇波就係睇曼聯對利物浦阿仙奴啦。咁入咗阿積士，佢哋而家叫告魯夫球場啦嘅直情。咁入咗呢一個利物浦個阿菲魯啦，咁啊 Day Tour 啦。咁啊阿仙奴我反而冇 join 個 day tour 嘅添啊 ，OK， 咁啊其實咧你問我咧，即係可能我入到去係奧脫福嗰日係有球迷噶嘛，係嘛？
咁啊，梗係澎湃啲啦。事實上個容量都大嘅啊。咁啊亞積士球場係細嘅，但係啲人就真係好 nice， 同埋咧好願意去介紹。咁最有印象就係咧，佢有一個咧，我哋其中個 day tour 嗰度咧，有一個叫咩啊？有一個叫 conference， 即係嗰啲咩記者會啊，就係嗰啲領隊球員答問題，但係佢唔俾你上去嘅，係俾 junior 嘅亞積士，即係總言之，你十歲八歲留下呢個俾你上去。咁我哋會上去，然後你哋喺下面問佢咯，嚇、問乜鳩都得嘅喎。不過我覺得幾得好玩喎、啊。我話咁你咪屌啲父母咪屌你老尾揸住部機啊，影咗你坐住喺平時啲領隊嗰啲咁樣啊，你都諗咗亂高個問咯。屌你老尾，你中唔中意男仔定女仔啊？你中唔中意踢波啊？點樣點樣啊？嚇、喺學校有冇蝦人啊？咁嗰啲亂高個問。咁啊咁當然啦比我想象中嘅而家呢三十年，我相信比你喺英國嗰陣時咧，啲球迷都斯文好多，即係全球化好多嚇。咁、當然我研究曬啲咩貴票啲價錢咧，我真係唔明啲人點解 afford 得到咁，但係咁啦。喂，你難得咁啊，最值得講嘅其實就真係啊高普啦，佢真係一個，因為我有去咩啊，其實我都爭啲想買一啲關於高普嘅紀念品添。咁唔知佢個去向啦，即係只能夠講。呢、這個係咪適當嘅時候呢？咁佢認為係啊，係啦，攰啦、但係，屌你老母，你車仔連勝，喂，臨尾六場係六五勝一負，喂，你唔信啦係嘛？屌之前十幾喎、第六名有歐霸踢，屌你老母，你炒佢。喂，如果阿仙奴咧，老實講，唔好數邊場邊場啦，咩維拉唔使數啦，28勝，89分。喂，最後嗰日如果刺激啲，韋斯咸入多球3-2啊！哇，你嗰時嗌緊都咩啦？即係個手球嗰球啊！嚇、咁其實而家你睇翻轉頭，如果你話維拉個關鍵嘅，咁你孫興文嗰球單刀咪仲關鍵？如果孫興文即係二次對啊曼城嗰場啊，喺嗰個時間入咗球1-1咧，咁就刺激啦！咁當然亦都唔代表阿仙奴一定贏到愛華頓，因為你臨尾都係咁問啦呢一場波，愛華頓嗰啲啊。咁但係咧，阿仙奴啲隊波咧肯定係上升軌道㗎啦，啊，真係好肯定㗎啦。咁我覺得咧，今年其實佢都係out of 我嘅 expect 嘅。咁但係出年咧，我覺得唔好揾藉口俾自己咧，一定係要挑戰英超冠軍㗎啦。即係你無論如何，即係趁住喂利物浦，喂而家我唔知啊，喂換帥喎。喂，熱刺，屌你都唔想使睇嘅咧呢隊波，咪喺熱刺嗰個教領隊，我欣賞佢，欣賞佢 ，OK。喂，你無論你抱住天奴，咁樣你都喐埋佢。喂，屌你老鼠，咁係得對曼城嘅啫喎，係嘛？曼聯啦，屌你咁樣曼聯，曼聯我真係唔係，喂，你足總杯贏都專心打聯賽喎。曼聯啊，嗰、個球迷啊，同我講啊，嗰條蘇格倫佬啊。佢話十年都起唔到啊，一個 decade。佢話 unless 炒撚咗呢個，你會唔會坦克啊？佢講啊，炒咗就掂啊。佢講啊，我唔知啦。咁但係咧，當日咧，屌你老尾，我幾撚慘啊！因為咧，我哋嗰隊，我哋嗰我睇曼聯嘅利物浦嘅時候啊，有個球迷啊，係阿仙奴球迷嚟嘅，曼聯對阿仙奴，就俾佢前面條女報串啊，不過實佢真係滴咗佢走喎。跟住我問我仔，咁屌你老母，佢買咗飛嘅喎。佢咁係咁噶啦，我話冇理由係咁嘅，屌你老母閪，係咪先？屌你老母，保護你啊！後啦，下半場俾翻入嚟，俾翻入嚟，哇咁撚，跟住咧，哇我就幾撚辛苦啊！於是乎，譬如話啊，阿仙奴一攻嘅阿仙奴一攻嘅時候咧，屌你老母閪，一唔入啊！譬如佢唔入咧，咁我咪喺度屌嘅，咁但係其他曼聯球迷咯。哦，喺度咁樣嘅頭咧，我咪趁住咧，佢成日話，又學下呢個動作咯嚇。阿仙奴入波嘅時候咧，屌你我。然後喺度扮等待咯，啊！但係嗰場波好撚悶啊！屌你老母，撚到撲街！屌你老尾，喂！但係現場睇我同大家講啊，即係大家入過現場睇睇波就知啦，唔係氣氛啊！你平時唔覺噶，哇！屌你老尾，其實嗰啲速度你真係跟唔撚到啊！現場先睇到嘅，你屌你老尾，你呢啲咁嘅波你點踢啫？啊！咁順便恭喜埋利文啦，咁啊好啊，年年都傑志啊！恭喜埋利文，屌你老尾，你有冇入場睇啊？有啊！話奪得呢個港超冠軍喎，咁都叫～都是好事嚟嘅 ，OK， 唔係即係屌你老尾，咁啊，聽日再講啦，係咁啊，係咁多，嗱，喂，證明呢個堅喎，我真係越講越多聲添喎，好，聽日再講。